针对网络社群影片所涉及交通违规车不让人之行为，警方提醒汽机车驾驶人、汽车前舷、机车前轮进入行人穿越道线上，以及距离行人行进方向如不足3公尺以上，此两种状况即构成车不让人违规，可处1200元至6000元罚款。本案如有相关影片事证，可依现行检举规定提供警方依法举发违规。